家好，新学期就嚟开始啦。良友之声同乐风暴准备同大家见面。同学仔，记唔记得喺三四月份停课嘅时候，未必能够喺学校攞到实体嘅杂志？我哋特别免费安排电子版，照顾小读者，陪住你哋屋企畅游知识嘅世界。咁我哋而家开始就介绍下两本杂志最新嘅内容啊。良友之声嘅读者系初小嘅同学。每期的主题故事带领小朋友畅游浩瀚的知识世界，还反思生活的意义。科学游乐园会一起看看有趣现象背后一些科学原理。另外有两个冷知识的内容，零食研究所，零食朋友和你一起研究各种新奇的事。打开衣橱告诉你，不同的服装原来都有它的功能和特色。唔记得睇新闻都要睇 VAP 有个聊天室，同你留意翻最新嘅时事热话。拜报高，我是小高，火柴移动课室，仲有最新嘅恐龙岛物语，都系教我哋滋养心灵，着重宗教嘅发展噶。同学最爱嘅益智漫画故事 ，OK 博士时时陪住你，《星星探险队》《奇幻森林历险记》。等他们带你去森林那里一起探险了。中英双语故事书，欢迎家长和同学嘟下个 QR code， 边听边学英文。自激八分钟 IQ 迷宫，哈哈大笑，乐在其中，所有开心好玩的游戏不要错过，可以快点来拿礼物了。最后我们向家长特别推介家长阅读员，邀请了不同的专家和你们分享绘本共读、营养食谱、户外散步路线、识新文化事工、教养子女心得。乐风暴的对象是高小的同学，涉猎知识的范围更加宽阔，有跨学科的主题故事、焦点四格、怪诞盒档案室，都会同大家认识更丰富的学问。最强升级嘉宾阵容，有大家认识的汤博士和小学生上大学课，其中有三期和 Baby Boom 合作，会示范一些玩具的科学原理，可以参加有奖游戏。麦博士微生物大联盟，肖博士文化厨房，陈君杰火博士用一个化学家的身份带你们去不同的圣堂，这么多精彩的内容紧贴 STEM 的新趋势，帮助孩子发掘兴趣和潜能。有品德故事、益智漫画，其中反转天使学校、少男少女、新栏目、外星小子闯地球、 STEM 环保日记，还有最新的鱼仔的陆上奇遇，全部都等着你啊。不要错过学习语文的好机会，有爆趣中文、英语时空之旅，用 QR code 嘟落去就可以边听边学英文噶啦。有开心好玩嘅游戏，智力震荡，游玩频道 ，IQ 急转弯，笑声四起，完全 DIY。短片仲会教大家整嘢食、做手工。快啲 like 良友之声 Facebook。各位小读者，新学期见。